终于下雨了，多了，老丈人都来。一边竟有如此神奇之处，玉皇大人，阿晴，那次仙盟大会，你应该也见到神子了吧？只是远远看到罢了。哎，阿尤，你怎么知道仙盟大会的？ 神尊，这是。身子冒险来此施展法阵，天魔女必会趁虚而入。若真如此，汝只需靠近对方，这术法自有效用。是，孟章。 汝需协助修武，弟子定倾力而为。若天魔女出现，务必请上神保护好身子。上神与月姑娘同进同出，可有不便？没有。 之前上神为何不用拘魂锁？是为寻到机会吗？那件邪物，不屑。你既为神尊所驱，即代表神界，所作所为需明理支持，共生之术我会解决。此等下作手段。
断不能再用。但怎么？不，是属下错了。属下其实也并无伤害月姑娘的意思，只是希望她不拖累上神，还望上神海涵。孟昭，你答应过我让我见姐姐的。自是不会食言。小秋，你脸色好苍白，是生病了吗？没事，降神后会头晕无力，睡上几天就好了。如此耗费精力，除你之外其他人就无法再请神。孟章说过我是神子，是特别的。特别什么意思？姐姐，先睡一会儿吧。人界的所见所闻总是有些奇怪，神子的存在在神界根本不可能，而且凶手出自天域，而天域则属于……我到底是怎么了，竟质疑起神尊来？眼下重要的是铲除天魔众，以保人界安宁。好难受。天魔女，你果然来了。天魔女来了吗？是。小秋不要怕，跟在我们身后，我们会保护你。请梅阿尤，没事吧？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们可算来了，这曲子太厉害，天师们的人都中招了。我和小晴好歹有些修为，才勉强保持清醒。现在怎么办？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天魔女不出，难保子秋安全。且神尊命我在天魔女出现之时靠近她，自有术法可应对。若是如此，我与师弟前去即可。晴妹、阿尤，你们带小秋离开。不，我要和姐姐在一起。月姑娘，就大家一起去吧，人多胜算也大，总好过坐以待毙。好吧，小秋，一定要跟紧我。好。
枪！天魔女，酒后了。好戏！同样的阴招，以为还有用吗？儒者判神大逆不！神尊！照顾好小秋。天魔女，还不快快伏法！速速伏法！
受不了近亲。哎，别躲啊！修无去同归于尽，共生之术，将我生命力分给修无，说不定能抑制这个阵。让他逃了，追击，追，都给我追，去追呀，把神子追回来，去呀。掌门师兄，冷静一点。师弟，师弟，他中了剧毒，但分辨不出是什么毒，我没有办法解。身子被天魔众掳走了，快将他追回来啊！啊！别碰他！阿尤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我知道去哪能救他。月姑娘，快把小林放出来。你们要带他去哪里？啊！小林，走。混账！混账！神子呢？神子呢？神尊！神尊！啊！
阿尤，还有多久？快到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有事的。外人不能随意进入村子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小姑姑救命！前辈，请带我同去，我不可离他左右。小姑姑，他俩很特别，不能分开。我们也去。你给我在这儿老实待着。这里就能救修大哥吗？嗯，若是这里都不能解毒的话，普天之下便没地方能救他了。只不过这下小姑姑不会轻易饶过我了。啊，小晴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就是有些头晕，心慌得很。你之前舟车劳顿，再加上和天魔女一战后煞气入体，受了邪毒，不好办。你随我入村找素问长老，他擅长毒术，解这种邪毒他信手拈来。可是你不是说不能进入村子吗？我不是很严重，没关系的。眼下也顾不了这许多，你这毒不尽快驱除的话，后患无穷。他这个时候应该在祭坛晒太阳，我们去找他。阿尤，这些植物看起来好奇特啊。大概是因为受到我们村独有灵力的滋润，所以与外界不同。村周围的草木都要比寻常的高大很多，这样我们村就不容易被发现了。小晴，这里就是我长大的地方。好像世外桃源一样。你喜欢就好。你会想家吗？谁让我嫁给你了呢？那个有大石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祭坛了。好有气势。素问长老好像就在上面。听奶奶说，我们快过去。这糖葫芦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呢。素先生人真不错。说的是。阿尤回来了，想要买什么就告诉我。
拿好啊。你们在外面走动，身上得多备些药品。这药是我亲自炼的。你们在外面走动，身上得多备些药品。想要买什么就告诉我。你们在外面走动，身上得多备些药品。出售各种武器和护具，把兵器交给我，我重新打造后，威力必能大大提升。拿着防身。一定要做好准备。选把趁手的。出售各种武器和护具，把兵器交给我。阿尤回来了。
长老。阿尤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一言难尽啊，所以这不是来找您帮忙了吗？老夫瞧瞧，不过是一点小伤。好好，那开什么药呢？怎么，药方还要问老夫？出去这么几年，本事都忘了？是有些想法，但长老的方子我不是更放心吗？哼，从小就油嘴滑舌，那老夫更要考教考教你了。这病症已讲明，你收拾好药材之后送到这儿来。啊，那太费时间了吧，不然您先帮我把这个姑娘治了。哼，又不是急症，一时半会儿也倒不了。要是这姑娘医好了，你还能老实让别讨价还价。有这功夫你都回来了，女娲留下，我控制毒性，你快去，别让病人久等了。好吧，素问长老还是老样子，那我还是快找齐药材。药方应该是柴胡、前胡、川芎、止咳、羌活这几味，村子里大多都有，去找村人们借一些就好。我听奶奶说，冰糖葫芦可是世界上最……几年没回来，村里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啊。可是啊，阿尤回来了，就是这些了，快回去找苏问长老吧。苏先生人真不错。长老，我回来了。小晴，你的毒已经被治好了。先让我看看你拿到的药材。嗯，倒也差不离，本事没丢。嗯，你刚离开，长老就帮我解了毒，现在我感觉好多了。您老身上有药还叫我去找？哼，考考你不行吗？老夫要回去休息了，你们就在此等桑梅吧。是。哎，也不知道修武兄弟的情况如何了。师姐，你在哭吗？我是高兴，你得救了。人高兴时，也会流泪吗？紫薇喜极而泣，表明她非常在乎你。嗯，我也很在乎师姐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是我师弟，我关心你是应该的。谢谢师姐，我也会永远保护你的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这毒，你们如何会中此毒？说来话长，阿尤说，只有这里能解毒。你是神族，
阿尤的判断倒是没错，如果他不回村子，你早就没命了。啊，毒性如此强？对，此毒名绝明，便是神魔也不敌的奇毒，就出自这里。但绝明也只应在此，你们会在村外中招，十分奇怪。此地是毒瘴泉。你知道毒瘴泉？是阿尤说的。神农九泉之事，在神界并非机密。前辈，阿尤未说过任何事，方才是我初次听闻毒瘴泉一词。嗯，这小子做事还算稳重。修武兄弟，太好了！修武兄弟，你没事了。阿尤在。小姑姑，我一回来就愁眉苦脸的，想什么？阿尤还躲，知不知道家里多担心你？这么久信都不写一封，还好意思回来？哎，小姑姑，你到底是想我回来还是不想我回来啊？哎呀，别打了，疼疼！好了，阿梅，肚子里的孩儿也不愿看到娘亲生气吧？啊，他是？你是阿尤吧？常听你姑姑提起你。这是我夫君祝宁，还不快叫姑父？哎，等等等等，成亲了？没想到母老虎也能成亲啊！是不是心里说我什么呢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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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了，你带朋友先回家歇歇，等下来我这里跟我说说外面的见闻。擅自带外人入村，你应知道会怎样。前辈，请让晚辈承担惩罚。我知道，多谢小姑姑救我兄弟。先去我家休息吧。前辈说的，善待外人入村。别担心，不是什么多严重的惩罚。但是也有惩罚吧？这个，嗯。